凉天气，皆有翻厨余桶找东西吃。热心的杨先生发现，立刻买便当跟热豆浆给他。本身精神状况不好了，他没有办法说正常的表达。杨先生PO脸书呼吁乡亲协助，警方巡线将40岁詹姓街友带回面包店获知，送货来还特地多带给他这一箱就面包，他会大概在这个时间送来。他又另外再拿两个面包，再拿两个面包过来给他。我们的面包啊，蛋糕就很方便食用嘛，就让带一些给他，让他就随时肚子饿就可以吃，不要再去翻那个收水桶。睡袋、背包、食物陆续送来，脸书效应，36小时内警方就找到家人来接他。这个就是嘛，对我们警方是非常感谢啦，那对我们整个通宵镇的镇民也是非常的感谢。詹姓街友精神状况差，经常离家，报失踪2个月，幸好遇上通宵镇这群善心人，得以平安回家。大爱新闻苗栗综合报道。